滑，我就晕船，动不了了。这离岸太近了，我再往前滑点。好了，这漫天大雾的，能看清什么呢？ 云吗？管他呢！你听说过水鬼食人脑吗？闭嘴！别说废话。 咱们有大新闻了！水鬼在现京城，命以归天，尸身难寻。今日以我之名，奉天神之命，停尸城区，锁灵入水，祈请河神护我京城百姓，永保安宁。 我去接玲珑了。哎哎，哥，最近河里不太平，让兄弟们少下水。是。啊！魂下九泉，入水为安，愿死者早日安宁。哎，河里什么东西啊？ 哎，你看，出了个水眼，这手吸进去啊！还真是啊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河神不应，水鬼作祟，京城民风大难。
吃鱼了。真香。慢着点，小心刺啊。嗯，好好吃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上次你在人家摊上盯着看了半天，爹知道你想要。玲珑，小姨，小姨，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那开学礼物，好漂亮的钢笔啊！谢谢小姨。不客气。我要去试试。嗯。这是给玲珑的。不需要，你就别破费了。玲珑长大了，她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说不要就不要，我可不想让玲珑受委屈。为什么你总觉得玲珑跟着我会受委屈呢？你要是真的为她好的话，你就把玲珑交给我，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。玲珑是我女儿。我也会赚钱，我一样可以照顾好她。你当时娶我姐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。假如不是你成天在外面打打杀杀，怎么会害死我姐？我已经不混帮派了，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子。请你拿好。我会拼命赚钱，让他好好上学。我永远不会让玲珑离开我。顾志远，玲珑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什么吃的？你看看报纸，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把事情搞成这样，我的工人都不敢下水，航运全都停了。坤爷，这是报纸上瞎说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别跟我废话，我限你一天时间内给我恢复航运，处理不好，脑袋搬家。是。玲珑，你爹呢？他在家熬粥呢。今天包子出笼晚了一会儿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哦。哎，我来。你就歇着吧，啊。行，我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哎，那是谁啊？京城日报的记者，今天老道长全都给押来了。咱们也去看看去。干什么呢？把唐岩放开！太监，昨儿个这新闻可有失您唐大记者的水准呢。咱这都大民国了，搞什么封建迷信呢？我写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事儿，那东西都是大家亲眼所见。既然胡警长您说是迷信，那您给大家伙解释解释啊。唐大姐说得好。我古董家个来，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解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水鬼吗？这不就是一条大鱼吗？一条大鱼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大鱼，你听着，今天不把你炸得满脸桃花开，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
已经被我炸了个底儿朝天，就算真有什么大鱼，也都已经粉身碎骨了。啊，往后该下水的下水，该走船的走船。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是水鬼吧？水鬼来了！什么东西？水鬼什么东西？狗屁水鬼啊！老子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，就算真有什么水鬼，照样弄死他。玲珑呢？顾志远，我问你，玲珑呢？你说话呀，玲珑呢？我让你说话。小薇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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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玲珑还给我。小薇姐，小薇姐，小薇姐，还给我。小薇姐，顾志远，你不是说你会保护好他吗？你是怎么爱护他，怎么保护他的？小薇姐。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竟然真的会有水鬼上岸吃人。照相机，我今天也在码头，这就是水鬼的抓痕。石头啊，哎哥，这不是咱们那趟货吗？什么货？那天我跟石头在码头，老板，货到了。哎，不用你谢，赶紧去那边把工钱领了，赶紧走人。啊，快点快点。
莫非那不是水鬼？如果那东西不是水鬼，玲珑又只是被卷走的话，那玲珑可能还活着。大哥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找你们大哥。你也配找我们大哥？滚！进去！去看看哪个欠揍的家伙又来找茬。二娘。呀！看什么看？给我打呀！说，兄弟，兄弟，慢点，慢点，我今天还没开张呢，要不这点钱，你先拿去。两个月前，我们给这儿运过一个大木箱子，货的主家是谁？我只是一个管码头的，我哪里知道啊！我说，货是盛运商会坤爷提的。哎呀，谁呀？说，屋里保险柜的钱都给你，够你花好几辈子了。那水鬼是你遇来的？什么水鬼？大木箱子。好汉饶命！我只管运货，货里装的什么东西，我真不知道。货送去哪儿了？儿童医院，在儿童医院，儿童医院。你真信不过我，我可以带你去拿货运单。
儿童医院门口有重兵把守，而且都带着枪。就凭我们几个人，根本不可能进去。假如水鬼真的是被送到了儿童医院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码头呢？就算水鬼的活动范围辐射了整条河，那医院又不灵活，他是怎么从这儿到这儿的？ 大哥，那什么，我原先不是做过苦力吗？我在河边捡过垃圾，那垃圾特别多，而且味道特别……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再说什么？不是哥，你看，这是医院，这是河，水鬼从这儿通过这儿，一条下水道，到这儿，河里。 从这儿下去，医院最近。 前走，就是儿童医院了。知道，你确定是走这里吗？肯定没错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都是一些医用垃圾。看来我们离医院应该很近了。 臭啊，哥！
那玩意儿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这里看起来像个水坑。水鬼到底在哪里？我知道你们费了很大的心思才找到这里，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简直就是禽兽！还没出生的孩子死在娘胎里，我亲眼看着我自己的女儿被水鬼卷走，我现在就该一刀捅死你！志远，你冷静点。我本想救患病的孩子，坤爷投资我做这个医院，他要的只是卖药赚钱，而我不同，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孩子从小就受到疾病的困扰。我没日没夜的研发，可是就在药物即将研发成功的时候，实验体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水鬼，突然之间变得体型巨大，无法控制，我只能把它关到地下。可是实验体还在不断的发生变化，最后从实验室的牢笼里逃了出去。那你为什么不去自首？坤爷会杀了我。现在坤爷的人也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我最后可能也难逃一死了。我只希望我能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切。不过凭我自己的力量，我也没有办法抓到怪物，但是我对他的习性一清二楚，或许可以帮你们找到他大概的位置。让我在死，让我在死之前再做一件有价值的事。骗谁呢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现在也可以一刀杀了我，但是我觉得就凭你们三个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怪物。再这样耗下去，你女儿可能真的就性命难保。哎，我石头，它的唾液分泌量极大，而且成分特别，只要逐个化验排污口的污水，就能够找到怪物藏身的下水道。怪物嗜血，能远距离追踪血腥味，所以血是吸引它出现的最好方式。不过我只能帮你们找到它大概的方位，能不能抓住它就看你们自己了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算我一个。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机关，
假如真的不敌怪物，就引诱怪物掉入陷阱。只要抓住怪物，我会派人逐个洞口排查，直到找到你女儿。铁柱、老葛，你们去那边。哎，四爷、胖子、瘦子，到前面看看。好。大哥，哎，我们往这边了。好，走，注意安全。石头，你跟我走。好。林龙，林龙。半天了，连个毛都没有。你小点声，这会暴露我们。哎，别靠着我。
也马上过去救你。爹，我以为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，爹。傻孩子，爹永远不会丢下你的。躲起来。不要出声，爹马上就回来。变成了这个畜生，吴旭，你我早就知道有人在查这事儿，只是没想到暴露得这么快。既然你送上门来，那就安排你去查喽。死了正好灭口。不过你小子有两下子，还真让你给抓住了，倒也正合我意。哎，别动，老实点。杀了这个畜生，坤爷，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吗？不就是死几个人吗？能有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，但是他只有一个。你要是再跟我废话，就连你一起干掉。Thank you.
去找别的医生，快点！好，石头，撑住啊，石头！石头，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！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。玲珑在等我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那天在五军实验室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儿童药物的报告，而是这怪物的演变进化图。你看。武勋就是在用坤爷的经费，在做自己的实验。只是就凭我们两个，怎么逃出去打败怪物呢？谁说只有我们两个？哥，给口吃的呗。妹妹啊，饿了。哥，给你安排安排啊。统统都是废物！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啊！坤爷死了，那个水鬼还天天上街开饭，再不给我好好办案，都等着吃屎吧！干什么干？赶紧给我干活去！聊两句。你看这事闹的，姑爷，陶小姐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倒是没有，就是想给胡警长您一个惊喜。是惊喜，是惊喜。欠胡警长您个头版吗？标题我都帮您想好了，黑心医院饲养水怪，雷霆警长包庇纵容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惊喜？哎，这些都是
都是坤爷跟武勋干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胡警长不是跟我说笑了吗？这满京城谁不知道您是坤爷的人呢？这几天也一直是您派人围着医院，现在您跟我说跟您没关系，这不知道有没有人信呢？哎呀，这坤爷倒台了，武院长也蹦跶不了几天了，这往后胡警长的日子呀，还不得一步一个坎儿。我呢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给您指条明路，只要您按我说的做，甭说金门警局了，往后就是整个京城都是您胡警长说了算。什么路？杀水鬼，抓武勋。你这指的是条死路啊？我看你这是觉得水鬼饿了，让我给安排喂食儿呢？这……哎呀，胡警长，您要是觉得为难，那也没关系，我就当还您一头板，您跟武勋一块儿露露脸。不是我这……不好了，老大，犯人越狱。哪儿看见有犯人呢？这都是抓水鬼的英雄。咱们俩之前呢，可能有点误会，但我个人是非常敬佩你的。一会儿啊，能在下边解决，就别给他带上来。我们警队这几个人吧，他实在有点招架不住，而且我这儿吧，他天生就有种毛病。哎呀，一旦有大事发生啊，他这儿就疼。哎呀，但是，但凡那个怪物要是上来，我胡腾一定把他干个稀碎，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啊！顾志远，我等着你和玲珑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把玲珑带回来的。嗯。哥，我有点害怕我。怕毛啊！老子今天就要干死这个怪物！来了！Thank you.
这里暂时是安全的，你待在这边别动，千万别出声啊！你不要吃，我不让你走，请你别。玲珑，你去引开怪物，马上回来救你。收手！在你们眼里，我跟他一样，是个怪物。我研究了十年，我等了十年，没日没夜的待在这看不见光的地下室，他就是我的亲儿子！站住！也有十几岁了吧？那我的孩子比他小一点，按辈分还应该喊他一声姐姐。哎呀，你怎么忍心烧死他呀？
李龙。玲珑，爹其实很对不起你，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但我愿意给你我的一切。咱们家不富裕，可有你的笑声在，就很温馨，就很幸福。幸福来的时候，就希望时间能够停止，越久越好，越久越好。玲珑，爹爱你，爹愿意用一生守护你。Thank you.
玲珑。爹。爹。刚好饭好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好，你快帮我找个东西垫一下桌子，快。哎，怎么拿我写的东西垫桌子啊？报纸本来不就是用来垫桌子的吗？来，尝尝小姨做的汤好不好喝？你也快吃啊，再不吃菜凉了。啊。Thank you.